不要做，我要做夜空中最闪亮的星。终于我们爱拉秀了，筹备了一年多的爱拉秀今天可以跟大家见面，你们开心吗？我也很开心，因为呢这场秀我们非常用心的制作所有的内容，所以可以跟大家见面我也很开心。这一个2020年呢，姐姐多出了很多的时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陪小孩，带着静宝去游山玩水，开着车然后到处去，然后还去做滑翔伞，做了很多事。然后姐姐也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过了一段没有什么工作的日子。但是有时候想一想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还有工作可以做，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是多么难得跟幸福的。所以今天这场爱拉秀可以呈现给大家，请大家先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鼓励。我们都棒棒的，真的。明天傍晚，车窗外。